是真的就是大肠，肠味超浓，然后滚筒子又单独吃，然后汤另外倒，然后可以无限吸。如果你喜欢新香料，这间真的不要错过。这很像年货大街，真的是我看过卖冰卖最好的街。你挑你要锅的大小，其他交给他处理。我觉得整个就是芒果爽。豆干那里面都可以吃到饱啊！哇塞！炒饭真的很好吃，我真的很多，但是我近期吃过都是锅炒饭。我觉得比较偏那种在地人会吃的好吃小店。哇，流口水。这比我近期吃了很多家的小笼包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工作室迁到御景这里来。大家早，我们今天因为北部一直下雨，就跑来南部玩了一下。没错，结果我们在车里就发现，温度好高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在哪里了？我们现在在御景这边。御景在哪里呢？在台南啊。芒果季到了吗？对，其实我们在路边看到蛮多人在卖芒果的。对，我有发现很多菜呢。好了，我肚子饿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喽。那我们去吃饭，今天是小吃系列，晴空万里的台南。其实御景，御景这边市区也蛮繁荣。对，而且前面是景科哎，惊惊。哇，饮料店好多人哦。他就一直叫我叫他买一杯走。哇，是不是人很多？阿丁。哇，这叫什么？应该也是冰吧。这间我刚刚好像有看过，简单的冰的小店。今天真的是哇，御景人这么多哦，天啊！咖喱就 combo 哎。真的让我蛮惊讶的，它是薄皮的，然后还这个价钱。你先吃原味。好，先来吃原味，有点期待。哇，流口水，烫吗？烫，而且蛮好吃的。真假？是啊，是会有汤汁的那种，很鲜甜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我的汤流出来了。那你用嘴巴去接啦。哎，它好吃哎。不错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五十而已，很便宜。很简单，但是它该有的味道都有。这比我近期吃了很多家的小笼包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也是单纯这样想的。太可爱，太可爱。我们收到了奇怪的礼物。哎，好贴心哦！我们家专业是种芒果，但哦，但是这个是现在剩下种一颗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我们是珍藏品。有一颗耶！对对对，种一颗。哇。这件是御景的黑轮博。老板，那我要这个一套，然后还有这个。这个用称的，这大小自己挑一下。哦，好，我还可以自己挑。没有，本来都自己挑的。啊，差很多。好，那就这个好了。好神奇哦。这个65。好哦，没问题。芥末香肠。要。好。有那个牛肉的，还有 OK。老板，你们这算是御景的特色套餐吗？太很久了。哇，所以这边是可以自己加糖的。好赞啊，超 free 的。啊！哎呦，香肠飞下来了。怎么有一个香肠飞下来？老板，我放这边了，谢谢。而且我刚刚看到他有写，就是香肠一人限购五根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你想买多还不给你买。看起来里面蛮多花的。他真的是用大肠灌的。你知道闽肠有些是用大肠灌，有些是塑胶吗？我不晓得。吃吃吃。称重的通常就是它是用蒸大肠灌的，而且它有头刀。那是猪吗？还是头发？哪里？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头刀。头刀，我刚听头发嘞。头刀，我想说哪里有头发？你这个北部腔最塞。没有，我讲超清楚的。它这真的就是大肠，肠味超浓。哦，真的哦。嗯，可是有点可惜，是我觉得它已经冷掉了。我期待是吃热的，还是它像一口配大肠，一口配香肠。好，那我就这样配好了。香肠我觉得中规中矩，但我比较喜欢那种炭烤，然后烤得很熟，然后一整只的味道，配一点萝卜丝。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大肠味就变很浓，而且就它的饭会开始有那种米肠的香味很浓。然后我刚刚发现它切在中段的时候，它的头刀其实超多的。然后汤就是这里的文化，就它算是它比较因应变当地气候，所以它没有说关东煮汤让你这样泡，然后关东煮又单独吃，然后汤另外倒，然后可以无限吸这样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那汤就是中规中矩，就是那种关东煮的菜头汤，可是它可能有煮比较稠，然后可能有炖一些煮一些食物的汤底，它没有像北部那种。清的菜头汤那么清淡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不会有人一直续。喝汤喝到饱，这个两个人吃就蛮饱的。我觉得真的意料之外的很多。
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还 OK 啊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好饱哦。就是我觉得大肠比香肠好吃。我也是。对，我也觉得。这是什么东西啊 ？Oh my god！ 哦，洋葱吗？那是米肠爆开的吧？不是吧？哦，对了，它是萝卜丝，白萝卜丝。对啊，店我不知道。怎样？你觉得被误会了？真的。那这间店你最推什么？我应该米肠。这个吧，米肠。对，但我觉得老板人蛮好的，就是他蒜头啊那些都会让你自己加，然后汤也自己用，然后葱你自己用，有没有太好了？还是因为现在葱 real 到很贵？完吃了，然后我们发现蒜头搭着萝卜丝，然后再搭米肠是，真的很推荐。吃多了蛮蒜的，我觉得米肠我整个嘴巴现在很蒜味。如果你喜欢新香料，这间真的不要错过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翔哥最期待的时光。对，然后预警大家一定要去吃啊。那我们下一间店见啦。进来，因为冰店导致要有三四个警察来维持交通。哇，好扯哦。太扯了。我觉得搞不好人太多，搞不好我们今天吃不到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我要，那我就吃别家好了。翔哥要哭了。最近阿月芒果冰店人也好多。应该现在太多人了吧？太扯了。有间冰店，人也是很多，哇，卖冰的生意都好到爆。这很像年货大街，真的是我看过卖冰卖最好的街。因为我觉得台南热得太早，我就叫它冰之街好了。冰之街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个地方可以全国卖冰，然后卖这么好了。我也是哎。这间也是人超多的。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想管评价，我只想管一些谁人比较少，我们就去吃就离开这样。我们最后选这家蘸冰店。哦，原来他是以锅子去算的。老板刚刚说，你们就挑锅就好了，所以就是你挑你要锅的大小，其他交给他处理。这是这么粗暴的点餐。我觉得它是芒果的数量，应该果肉的部分应该是有一颗吧。不它基底也是黄色的。你说芒果冰沙？还是它是哦，它应该是黄串冰。它跟130，我觉得差不多，还算 OK。CP 值蛮高的。吃了再说，起码酸呀跟我冰呀。因为它上面都有加炼乳，所以你其实吃不出来。它本身是不是很甜？我觉得它甜度目前还好，但是就基本的甜味跟香味。然后因为它还有冰淇淋跟炼乳，然后它这个基底本来就是芒果口味的，我觉得整个就是芒果爽。哇，你真的很开心，你没看到画面的你多开心？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很甜哎，比我想说还甜很多。不过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很常见的那种冰淇淋。这应该不是手做的。会刮会刮。有冰就眼里没有漏眼，真的有冰就好了。眼里只有冰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那假设这个的话，我在想，我跟我朋友可能要五个人才吃得了。我觉得这间它蛮特别，是你看它是雪花冰淇淋，是雪花冰淇淋好像成本比较高，我不确定是它的成本比较高还是什么原因，但雪花冰通常都会比一般刨冰还贵 ，I don't know why。但这一盆我非常想要，这让我想到什么，知道吗？小时候我妈就会说。像每当有哇，因为小时候我就是喝汤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一直爽，我就要自己整个拿起来喝，老师就可以满足我。但我妈就会说你去哪玩，女孩子家要秀气。我妈会不会来这里说你像每当有哇？我没关系啊，我喜欢你不秀气。真的哦。他不小心打到路的动作太大，一个回旋踢之类的。可是你不是说你喜欢我不要秀气？对啊。所以你想被我家暴吗？所以我都闪人月啊，受害者永远都是路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再看。它那就很像我们吃那种水果冰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青芒果蛮出名的，因为它整体都很甜，然后青芒果就有酸酸甜甜的感觉。再三片，好像有点少。对啊，多一点会比较好。青芒果它当最后面的解腻会不错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一盆其实很豪华，蛮推荐来吃的，难怪它评价好。它是我看附近芒果店里面芒果冰店评价数最多的，不过排队人数比较少。这种其实老实讲，大部分店都要排半个小时，我都是不愿意排的。这我们至少共识。对，我宁愿去踹一些新的店。对，我算很疼你吧，不然陪女朋友吃东西排一下队。嗯，天就黑了。大家下面有人留言说女权问题。我刚问翔哥说，我觉得好像吃不完哎。翔哥说怎么可能？没有问题，我二三十年的老腮胡，自信满满。
甜度就是有点被炼乳盖过去，但是我得必须说，我觉得这比刨冰吃起来就是它好吃很多，所以我推荐就是如果你喜欢吃面的朋友，可以来这来御景，不要错过。从来没有看过台湾哪条街可以卖冰卖成这样子。哦哦，整条街倒是全部都，我讲。哎，你没想，我没想到。全部的店就加起来绝对有两三百人。我靠，它已经变成一个小型商圈了。这条冰街真的，大家可以来朝圣一下。那笑的呢？哦，吃两家就已经真的是饱了。嫩，可能是肉鱼都没有吃多，我在吃的。哎，怎么这样说我？我刚刚香肠算跟你平分秋色吧。你有看到左边写什么吗？肉燥饭免费夹哈巴。工作室迁到御景这里来。你要带个肉燥饭、哦？你是点一个肉燥饭就可以肉燥饭吃到饱？如果你内用哦，肉燥饭里面都可以吃到饱啊！哇塞！你是越南人吗？好厉害哦，而且你台语很好呢。我要跟我讲台语。老板娘，你来几年呐、啊？我来5年喽。哦，你台语我听过最标准的呢。不要不啦。哇，不要不。老板娘，你怎么会想说要肉燥饭免费？因为这个汤是进班的。嗯，如果你白饭有的客人就重口味，他会吃不下。哦，有道理。哦，那你还让他们肉燥饭吃到饱，你也酷哎。哦，很累哦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肉燥，而且我看 Google 大家都说你吃到饱超棒的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他肉燥饭很狂？好像肥瘦肉都有的，对啊，蛮均匀的。然后牛肉炒饭，它的肉好多，蛮多的，而且它的肉看起来是很嫩的。越南清炖牛肉汤，它是用热汤直接去把它烫，这样就不会把肉煮到太老。我记得韩农的时候，那时候的那些河粉粉都是这样子，但它是有点像是药炖的汤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它是清炖还是红烧的？它像清炖，但有点中药的感觉。哦，这个饭其实老实讲还蛮丰富的。这间的评价其实比干冰绿都还高，这间有到4.8。嗯，那才100多。我想这种就是那种我觉得比较偏那种在地的，在地人会吃的好吃小店。哎，它炒饭真的很好吃，它的味道也有，然后也不会太油，然后也不会太咸。再来是我们的肉燥饭的，这对我来说比较像卤肉饭。它蛮搭的，因为就像老板娘讲的，有些当地人他们需要有一点点咸，但是又不想要太咸。它这样搭配我觉得很刚好，它不会很咸。肉真的很多，炒饭超多，这是我近期吃过肉最多的炒饭，夸张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刚才在干聊越南事情还是怎样，可是这次肉真的很多。我觉得他应该蛮实在的啦，看他的评价就知道了。他台语真的比你好，如果以多益成绩来讲，他可能有700-800。我觉得他是赢在他的，你可能两三百。Vocabulary， 他的单字量可能比我多，可是他的发音会比较好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发音比你好哎。这些豆霸粉哦，姐姐还点假的吼。买给。会卖。好，那这三个你最推荐哪一个？我应该比较推荐炒饭，因为这肉真的太多了。我觉得炒饭 CP 值高，但是我喜欢喝它，我觉得它的汤好喝，又不会太咸。可爱，第一次看到。对，我也第一次看到。这个你不是知道吗？它很切开，它就是很多，它跟那个释迦不一样。所以这比较像是释迦，也比较像凤梨。它就是它味道有点怪怪，比一点点凤梨。释迦，它是释迦，你够酷，我真不知道。应该是镜子，它比较好看。